我的天哪，你吃过这种爆浆西瓜糖吗？竟然有人在里面发现了一颗钻石西瓜球，闪闪发光的超好看，真的太神奇了。爆浆西瓜糖里竟然能抽到水滴西瓜，这水滴西瓜看起来就超值钱，我也好想抽到。我正准备同款呢，马上下单。宝子们，西瓜糖给你们买回来了，不过这一盒好贵啊，竟然要40块钱，但是看起来就很好吃。让我先来浅尝一口小西瓜，里面竟然是淡绿色的，好像一颗小鸡蛋呀，捏起来还漂漂亮亮的。为啥它闻起来是青苹果味的呀？尝一下就知道了。好好吃哦！里面还有红色的西瓜绿夹心呢。那现在咱们赶紧开始寻宝吧，就从最上面的开始拿吧。希望里面是水滴西瓜。没想到里面是普通的西瓜软糖。再来一颗，嘿，又是普通的。这次咱们连拆两个，你们觉得水滴西瓜会在哪个里面呢？这个不是，这个也不是。今天我的手机怎么这么背，都快拆完了也没有发现水滴西瓜呀。再来试最后一个，我就不信这里面还不是。不是，网上的该不会是骗人的吧？我手都白疼了也没有找到。那我来试试吧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说这水滴西瓜到底好不好抽啊？先来一个试试吧。呸，是软糖。再来一个，又是软糖啊。咋回事啊？咋全是软糖的？妈呀，这糖也太难开了，连手都疼了。再接再厉，嘿，这到底能不能抽到啊？我都不想再开了，我手都开肿了。这个比较厉害，说明你没有小钻石呢。钻石钻石，抽它吧。普通的西瓜软糖，再来一个。我到现在也没有抽到啊，礼盒都已经拆空了。我今天压根拆不到吧？难道网上那个视频是骗人的？要是这两颗里面都没有，那可都是真没有了。让我来把它给挤爆掉。哇、哦，这也是软糖，现在就只剩最后一颗了。小伙伴们，给我点个赞赞啦！哦，最后一颗也没有，看来我们被坑了。不过开出了这么多软糖，这得吃到什么时候啊？不如咱们把它给融化掉，做成一个大西瓜吧。这个主意好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吃软糖蛋糕啦。上味加水下果子喽，现在就静静的等待着爆浆火融化吧。什么呀，好香啊，这怎么还有两个小西瓜呀？这里面好像是好吃的，里面竟然是个软糖呀。这是什么呀？怎么有个小西瓜？这个小西瓜是正品吗？再来拆一下另外一个，我看这个西瓜怎么带钻呀？这个应该值不少钱吧，看起来好好看呀，还晶莹剔透的呢。我的天哪，你玩过这种粑粑捏捏乐吗？竟然有人把它剪开，还在里面找到了油打宝宝，据说到了午夜12点它就会复活，会眨眼睛，还会说话，真的太神奇了。不是吧，便便妞妞里竟然能孵出一个油打宝宝，而且这个迷你油打宝宝到了午夜12点就会复活，不但会眨眼睛，还会说话呢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，到底是不是真的呀？走，咱们去找小美和小彪问问。我的妹妹比你的妹妹长得丑，那是我的妹妹比你的丑，是我的宝宝。哎，他俩现在干什么呢？走走走，咱们看看去。小雨、小雨、小天，你俩在干嘛？便便，你们俩从哪弄这么多便便啊？这个是小卖部老板给我们的，只要1毛钱一个，这么便宜啊！不过小卖部剩下的都被我们买来了。对对对，你可买不到。那这样吧，我出100块钱，你们俩把你们所有的便便都卖给我。100块钱买我们所有的便便？我想想，那就算吧，那肯定是稳赚不赔啊！钱都给你，钱都给你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哎，给给给，你俩可别后悔哦。不会后悔的。这钱我们怎么花呢？我们去买爸爸老鼠。好啊你。咱先对哪个下手呢？那就你吧。呸，掏出便便。哇，这个便便长得好丑啊，浑身还黏糊糊的，这里面真的有油打宝宝吗？小
小伙伴们点播关注，贵贵我要开始剪爆它了。这只咱们就来剪它头上的小啾啾吧，剪它拉开，哇，里面全是白色的奶油哎。嗯，不过我怎么没见到优达宝宝呀？这里里外外三个便便没有啊。没事没事，我还有六个便便呢，咱们继续来抽。哎，把便便掏出来，这个便便更粘手啦。哇，它还可以拉好长呢。哎，我怎么觉得里面有个硬硬的东西啊？说不定是优达宝宝。赶紧来给它剪开，给它来扒拉开。哦，哇，小伙伴们快看，真的有优达宝宝哎！我去，咦，这个是什么表情啊？别着急，我们先去给它洗干净。洗干净了，我这么快看，这个优达宝宝它是在哭啊，连哭起来的表情都这么可爱，真的是萌化我了。剩下这些里面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抽到优达宝宝，小伙伴们帮哥哥我点个赞赞。快看这只，它的脸都装瘪了，来给它拆开掏出来，这也太粘手了吧。这下咱们从侧面剪一个口子，我已经看见优达宝宝了。哇，咦，它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呀？看不清，咱们先去洗一洗。洗干净了才发现，原来这只优达宝宝它在喝水啊。对比刚才的小哭脸，小伙伴们觉得哪一只更可爱呢？嘿，便便给剪开，里面这些到底是不是白色奶油啊？我急，我看见优达宝宝的小脚脚啦，它得掏出来。这只优达宝宝的表情比刚才那只还要可怜，两个眼睛水汪汪的，好像很委屈似的。随随便便，咱们就抽中了三只优达宝宝，一只比一只萌。现在还剩下三个便便，会不会每个里面都有一只优达宝宝呢？赶紧来抽一抽，这三个便便咱们就一次性给它全抽了。哇，好软呀！妈呀，他们三个粘在一起了。剪，掏一掏，找到了。暂时还看不清楚长相，等一下再带大家一起看。来剪第二个，把里面的油达拿出来。哇，咦，这个油达好像捧着个什么东西啊？第三只，剪，一下子就泄了气了。哦，这个好像是一只笑得很开心的油达哎，掏出来。接下来去把这三只油达给洗白白，就看他们的庐山真面目。哇，这三个油达原来是长这个样子的。这只油达手里拿了个小球球，笑得很开心哦。这只油达一看就是个甜美的小姑娘。哦，这只是脱了个青蛙吗？表情看起来一脸享受啊。现在为您收获了六只小油达啦。听说他们到午夜河里做个四活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咱们把它放在这里，等到午夜收警我再来看一看。你有没有听见姑姑刚才说什么午夜十二点？听见了，听见了，他还说什么油达宝宝，肯定是什么好东西。咱们等十二点之后再来看看。Few inches later， 哇塞，好多小油达啊！他们每一个都长得好可爱呀、啊！现在正好是晚上十二点，姑姑好像说油达宝宝会火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嗯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像是一个巨型油达，这也太大了吧！这些小油达不会是他的宝宝吧？眼睛大大的，还水灵灵的呢。快摘眼镜了，我也看见了。我的天哪，你见过这种蛋糕浴球吗？有人把它放进水里，融化后竟然发现了水晶小宇宙，真的太神奇了。哇塞，这个蛋糕浴球看着也太好看了吧。最主要的是把它给融化了，还能在里面找到装着小宇宙的水晶球。我也好想要。这还等啥呀？赶紧看看，宝子们，蛋糕浴球给你们搞来了！这包装也太流行了吧！不是盒子，我都闻到了香味，还是奶油味的呢！赶紧拆开来看看，拆开！哇，这个浴球真的太好看了，有迷你蛋糕的，还有马桶冰冰球呢，闻起来也是奶香十足哦。不过这些里面真的有水晶球吗？赶紧先来拿一个小蛋糕试一下，撕开它的包装皮，上面还有迷你小爱心呢。放进盆中，给它来点个赞，它瞬间溶解了。哇，粉红色像瀑布一样漫游了出来，它已经全部融化了耶！这颜色也太美了吧！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小星球？有人滑了滑了，啥都没有啊！浪费了一个蛋糕浴球。既然你没找到，那还是来看我的吧。就剩五个蛋糕浴球了，那我一定要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黄色。你们看这上面的涂料像不像派大星呀、啊？小心一点，撕开包装，放进盆中，一起来期待一下，会不会有小宇宙吧？哇塞，它融化了，瞬间地球就沸腾起来了，马上红色的海星也要逐渐消失了。足足等了20分钟，终于融化完了。不过小鹿我捞了半天，也没有看见小宇宙呀。我也没找到，这里面该不会没有小宇宙吧？里面花了好几百块钱买的，怎么可能没有啊？那我再抽个小蛋糕吧。不是吧，刚拆开这个蛋糕。
质感好像奶油啊。完了，这次又没有。哎，小宇宙怎么这么难抽啊？只剩最后三个了，这要是没抽到的话，咱们的钱可就白花了。这次我要选这个海星蛋糕鱼球，这底下该不会是芋泥香味的吧？就连上面的小星星也好可爱呀、啊！再淋上 water， 没想到融化之后竟然是粉紫渐变的呢，里面还能看到淡淡的黄色，实在是太美了。咱们耐心等待一会，看能不能泡出小宇宙吧。宝子们，鱼球已经全部消失了，咱们赶紧上手捞一捞。哎，捞到一个硬的东西，拿出来看看。我去，这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宇宙水晶球吧？咱们去洗干净看看它的庐山真面目。洗干净以后就会发现它中间有一颗粉色的球，哎，大球包裹着小球，也太美了吧。仔细看的话还能看见里面的行星轨道，哎，这么好看的宇宙星球应该值不少钱吧。怎么样，被我抽到了？好好看，我也想要一个。这里面还有两个蛋糕鱼球呢，这我就来抽这个白色上面还带海星奶油的吧。浇水，上面冒了好多小泡泡呀。小伙伴们猜一下，这个白色月球里能不能抽出小宇宙？哎，我抽到了，这也太好看了吧。这颗小宇宙竟然是灰色的，里面还有一滴红色的血珠呢，它底下的行星轨道还是螺旋状的呢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是小鹿的小星球好看，还是哥哥我的小星球好看呢？黑色也好好看啊。对了，这里还剩最后一个月球呢，要不然我们在评论区抽行李小可爱吧。小伙伴们赶紧去留言，行李小可爱送给你。我的天哪，你吃过这种限量版的芝士鬼浇面吗？竟然有人从盒子底部抽到了我的世界迷你火把，不但会发光，还会在午夜十二点变大十倍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限量版的芝士鬼浇面里竟然有我的世界的火把，它有我的一个手指头大呢，但是到了午夜十二点竟然能变那么大，还能发光，这也太神奇了吧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去超市抢购一波，走。宝子们，我回来了。没想到超市的五金面都被抢光了，只剩最后四个，还好被我搞来了。不过这个里面不有我的世界的火把吗？我可不想再留下来了，赶紧再来拆一个吧。撕开，哇，看着就超辣，这里边还有芝士鸡肉呢。打开，把里面的调料包全给掏出来。咦，这面还是黑色的呢。倒出来，这烧好的火炬呢？空的。小伙伴们，看来这火炬没那么容易被抽到呀。宝子们，虽然我没有找到小火炬，但是这个面真的好香啊！来一口。我的妈呀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你的吃啥好吃的呢？你怎么不带我们一起吃？哇塞，火鸡面！我正在寻宝呢。找什么宝贝啊？我来帮你找吧。这个火鸡面里面能有啥宝贝啊？是，你看，这里面除了面也没啥宝贝啊？难道是在面底下？我来给它倒出来看看，这啥都没有啊，空空的。到我了，到我了，让我看看我这盒有没有宝贝。我撕，掀起你的不盖骨。哎，我这里面除了面，好像也啥都没啊。盒子底下也没有。这鬼浇面最大气。不是吧？你们俩啥都没抽到吗？那里面不就只有面吗？什么都没有呀。啊，对啊，就只有面。那现在只剩最后一盒了，小伙伴们赶紧给姑姑点点赞赞，希望这盒里面能抽到火把呀。我记得视频里面啊，好像是从背面开的，那这次咱们从背面把它给划开吧。哇，小开，先让我来瞅一瞅。哇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看见了吗？这火箭，赶紧给它掏出来。我去，没想到真的能抽中啊！你们看，火把，没想到宝藏是这么迷你的小火把呀！这么小，它能干嘛呀？别急，到晚上十二点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巨型的火把了。啊！小伙伴们，现在已经到晚上十二点了，咱们来试试这个火把它能不能亮吧。你们快看，真的可以发光！但是它也没有变大呀，不是说能变成巨型火把吗？这不已经十二点了？这变大了！哇，这也太大了吧！真的可以当个火把了。我的天哪，你知道这种摔不坏的解压大猩猩吗？竟然有人把它剪开，还在里面找到了会发光的迷你钢铁侠手套，里面竟然还有燃烧的火焰，真的是太酷炫了。哇，解压大猩猩里面竟然有钢铁侠手套，哎呀，它能发光啊。虽然人家是迷你的，但是功能非常齐全。我也好想要一个。哇，就是一个大猩猩，只要50块钱。可是那个迷你钢铁侠手套一系列就价值400块钱，要是抽到的话，我们岂不是发财了？我已经赢了。也太憨憨了吧！听说他们可耐摔了，怎么摔都摔不破。我才不信呢！要不然就来试试，来一只掌。
得看起来强壮一点的。哇塞，你们大猩猩都有八块腹肌啊！让我来看看他到底有多耐摔。咱们给他头朝下砸，脑袋都平了，竟然还毫发无损哎！砸，都摔成这样了，居然还没事儿，这大猩猩也太解压了。不过他身体里面真的有钢铁侠的手套吗？那我们赶紧找一找，不就知道了吗？就先从我手里的这只开始吧。你瞅瞅你，那长得这么磕碜呢，这眼睛居然是大小眼，瞪什么瞪啊？让我来看看你身体里面有没有藏着大宝贝吧。捡，哦，里面居然全是沙子哎！剪开，沙子全部倒出来。嗯，我咋没看见有东西掉出来呢？嗯，没了沙子以后，你咋变得这么松松垮垮呀？让我在沙子里面仔细捞一捞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切，原来是他自己的小胳膊呀！完全没有捞到什么钢铁侠的手嘛！我的大猩猩终于牺牲了，快来看我的这只吧！妈呀，你们看我的这只大猩猩，它的嘴巴好大呀！脑袋旁边长出来的秃秃小点点，该不会是它的小痘痘吧？有时候把它拔掉，现在看起来顺眼多了。那咱们就从你的头下手吧。嘴巴立马豁了一个大口子，里面装的竟然也是白色的沙呀！钢铁侠手套，快点出来吧！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呀？该不会这只里面没有手套吧？这沙子全部倒出来，芭比 Q 了！不仅没有找到钢铁侠手套，还损失了一只大猩猩，就连沙子里面也没有看见呀！50+50，我们已经损失100块钱了。我来仔细捏一捏，我也捏不出来呀。走，随便抽一只吧。小伙伴们，这抽不动咋办呀？别急，我们还有三个大猩猩呢。小伙伴们，这一下我要从他的后背开刀，揪起你的小屁屁，剪，剪开，把沙子全部倒出去。做个全身按摩，瞬间就瘪掉了。先检查了一下，身体里面也没有任何东西了。再把沙子里面来刨一刨，沙子里还是啥都没。完了，我有种不太好的预感啊！该不会今天压根抽不动吧？就剩最后两只了，这两只里面该不会都没有吧？怎么看起来这么大呀？腹肌也是若隐若现的，该不会是长胖了吧？那我们就从你的小脚脚开始剪吧，再剪你另一只脚脚，下沙子喽！猩猩的身体捏起来软乎乎的，看来没有钢铁侠手套呀，就连沙子里面我也翻了一圈，啥也没有。哎，小伙伴们，这只大猩猩的肚子怎么鼓鼓囊囊的呀？而且还硬硬的戳不进去呢，这难道是真腹肌？赶紧来剪开看看，我剪，把沙子全部倒出来，倒。真的是吗？小伙伴们，我的天，这是什么？钢铁的手居然自己掉出来了，这真的跟钢铁侠的手一模一样啊！哇，这手工太珍贵了。对不对了，咱们赶紧来试一下，是不是真像圣女那样可以发光？打开，哇塞，这真发光了！没想到这么迷你的手套居然有这么大能量，看看反面的手掌心也可以发光呢，这也太牛棒了吧！竟然被你抽到了，早知道我就选这只了。哇，这个小手真的超迷你，它没有我的半个巴掌大呢。我这里还是最后一只大猩猩，哎，那么爽的小伙伴说他也想试一试，那就送给你吧。小伙伴们，赶紧去评论区留言哦。我的天哪！你玩过这种神奇恐龙蛋吗？竟然有人在里面发现了黄金龙的骨骸，据说拼起来之后，在午夜12点，它就会活过来，两眼发光，并发出吼叫声，太神奇了！那你竟然能吞吞黄金龙，到了晚上它还能活过来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从哪儿就买到这种神奇的龙蛋啊？哎，我今天过小卖部的时候我就看到了。真的吗？那我们赶紧去买。孩子们，视频从网上给你们买了。好贵啊，竟然要99块钱一个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算一算，这五个总共花了我们多少钱啊？那就废话不多说了，咱们现在赶紧来去找黄金龙。那我就先抽中间这个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猜一猜，我能不能抽到视频同款的黄金发光龙呀？四个大在哪里？哇，这蛋上面黄澄的爪印啊，不会是黄金龙爪的吧？开蛋，这个蛋里总共有三样东西，咱们一个一个来拆，剪开的。咦，里面全是粘液，粘液里面好像有东西，掏出来，是龙的残骸。不过这些龙的残骸不是黄金的，再来打开另外一袋，里面有个好大的骨头啊，这该不会是角龙吧？上面怎么这么多角？对了，这还有一串呢，看来得用蛋壳上的锤子来敲了，拔出来，锤，这里面该不会是头骨吧？果然是头骨，这是个什么龙啊？长得还蛮凶猛的，那我给它拼起来之后，就变成一只超可爱的大尾巴龙了。哇哦，真的好萌呀！可惜不是黄金龙。那接下来就到哥哥我来抽了，你抽哪个龙呢？就抽你吧。可以，黄金龙快出来了。是咋
咋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龙啊？感觉冲不了我的龙啊。咦，粘液里全是骨头。哇，这尾巴也太夸张了吧！它的样子虽然不是黄金龙，但估计啊也不是一只普通龙。咱们赶紧来看一下它的头骨长什么样。头骨出来了，不过这头骨怎么这么小啊？咱们来拼装一下，看这只龙到底长什么样。听好了，我说它看起来怎么这么霸气呢？原来它是封面上站的 C 位这个龙啊。不过可惜它也不是黄金龙。今天我们会不会穿越到黄金龙呀？不会的，只要小凯能给我们点赞的，我们就肯定能做黄金龙。不信的话，我们再抽一个，再抽一个。小伙伴们，这一次不容易的，肯定能抽中，因为这颗蛋蛋颠起来啊，比其他几颗都要重，里边啊肯定有黄金。嘿，喂，开飞！我去，说啥来啥，这不是黄金龙啊，跟视频里的一模一样哎！赶紧来看另外一个蛋子，来看一下，果然是黄金的四肢，闻脚掌上都是金色的，全都扒拉出来了，现在就差一个脑袋了。这黄金的脑袋也太大气了吧！咱们赶紧来给它拼装一下。叮叮，拼装完成了。哇，这个黄金龙太酷了！就是不知道它到了半夜十二点，是不是真的有人过来？看，黄金龙！哇，好霸气啊！等到今天晚上十二点，就能知道这个龙它能不能复活了。那还有两个蛋没出怎么办？就把它们送给评论区点赞的那小可爱吧。那咱们关上灯，看看他们会不会复活吧。哦，它真的眼睛发光了！黄金龙在吼叫啊！看到两只龙也跟着叫起来了，他们好像被黄金龙唤醒了。哇，这真是太酷了！我的可爱龙叫声最大，黄金龙最霸气了。哇，这个新的龙看起来也超厉害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最喜欢哪一只呢？我的天哪，你知道这种鱼尾泡泡浴球吗？竟然有人在它融化后，在里面找到了幸运水晶锦鲤，据说一只价值好几万，带上它一周之内就会发财，这也太神奇了。人鱼泡泡浴球里竟然有黄金锦鲤，得到这个锦鲤，在一周内就可以发大财。有这么好的事儿？不过这种人鱼泡泡浴球是哪儿进来的？我不是小卖部，我老板吧。谢谢。老子们，人鱼泡泡浴球给你们找来了，这个长得跟视频里真的是一模一样。闻起来很臭香，我想咬一口啊。姐，我们赶紧泡一泡，看能不能泡出幸运锦鲤吧。我一定会好的，赶紧开始。小伙伴们，这六只人鱼尾巴都是小卖部老板最后的存货啊！一个尾巴就卖了我29块钱呢，这么贵，要是抽不出来锦鲤，那岂不是很亏？什么？宝子们点个赞赞，祝贺我来波好运吧！扒拉开他的外衣，这怎么断了呀？今天这运气咋一上来就这么背呢？不过这鱼尾亮晶晶的，看起来真的超好看。用手轻轻摸一下，我的手上也都是亮晶晶的啦。人鱼的尾巴果然名不虚传，放进盘中，让我来给它浇点热水。哎呀，只浇了一点点水，马上就沸腾起来了。快看，鱼尾在慢慢融化哦，多来点水。咦，这里面的泡沫都快涌出来了，让我来下手捞一捞，看看好东西在哪儿呢。怎么啥都没有啊？只有还没融化完的鱼尾，没发现锦鲤啊？该不会是没有锦鲤吧？我们已经损失1/6的机会了，这一次啊，就换我来泡泡试试。拿出我的小粉盆，咱先倒点水进去。咦，我的尾巴怎么烂了一小块？这条鱼该不会是生病了吧？赶紧给它下水泡一泡，哇，直接就沸腾了！看它的两种颜色还是分开的呀，它已经渐渐的融化了。咱们现在可以来捞一捞了，锦鲤，锦鲤在哪里？让我来摸一摸你。哎，我好像摸到了，不知道是不是？拿出来看一看，怎么全是泡沫呀？真的是一条锦鲤！哎，为啥这个锦鲤是黑金渐变的呀？不过看起来还是很精致的。锦鲤竟然被你抽到了！我这周岂不是要发大财了？可是你抽的又不是视频里面那包金色的，说不定金色的锦鲤被我抽到呢。再来一条。这条鱼尾怎么也长得斑斑点点？难道它也生病了？废话不多说，下水泡澡去吧。沸腾起来了。这一块鱼尾看起来真的好像华夫饼啊，不知道这次我能不能抽到锦鲤，真的太美了，连融化的泡泡都是亮晶晶的，下手捞鱼喽。这怎么又是啥都没有啊？不会吧，我运气这么差的吗？又泡了个空。你看你又浪费了一个鱼尾吧。是啊，我今天运气这么差呀。让我来给你连抽两条看看。幸运小粉盆加水。哇，这条鱼的鱼尾也太完美了吧，下去游泳吧。
离我完全融化，我要下手捞喽。喂，怎么没摸到呀？我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让我来看一看。是一个蓝色的锦鲤，这个纹理质感也太好看了吧！它的身体里面是绿松石吧？这看起来也太特殊了吧！哎呀，姐姐太不好意思了，我又抽到了一个，看来这周我是注定要发大财了呀！那我接着来抽第三条吧。我发现我的小本本好像真的有幸运魔力，把第三条鱼尾放进去。不知道这次会抽到什么颜色的锦鲤呢？让我们来捞捞看。这个好像是，拿出来看看。红色的锦鲤，这条红锦鲤比前面两条锦鲤都要好看。它的肚子里是什么东西啊？小伙伴们，你们能看出来吗？这一回你服气了吧？我可是连抽到三条锦鲤，竟然还能抽到这种稀有的红色锦鲤。这水晶锦鲤的质感也太好了吧？不知道我的最后一条鱼尾能不能抽到啊？要不然我把我的幸运本本借给你。这个盆真的有这么幸运吗？那必须呀、啊！来，我来试一试。宝子们，我现在非常需要你们的赞赞，不管是红的、白的、蓝的、黄的，只要给我来一条锦鲤就行了。我可不担心，真的只要一条就好了，什么颜色的都行。现在它已经完全融化了，我要准备开始捞了。怎么感觉心里有点忐忑呢？哎，好像又没有哎。等一下，这里有个硬硬的东西。锦鲤！我去，我眼睛没花了。这是一条金色的锦鲤，看它的肚子里还有一个金元宝呢。这一条锦鲤太美了吧，简直是自带闪光效果呀！谢谢小伙伴们的欧气赞赞呀！叮叮叮叮，没想到你的小粉粉这么有魔力，小金鱼被我抽到喽。早知道最后一次我就自己抽了。我的天哪，你玩过这种会瞪眼睛的人像捏捏乐吗？有人竟然把它们剪开，还在里面发现了迷你抽奖游戏机，听说在午夜十二点用这个抽奖机抽到三个七，第二天就会发大财，这也太神奇了。竟然还有这种无限捏捏乐，里面竟然还能抽出游戏机，在午夜十二点用这个游戏机又是能抽到三个七，第二天就会发大财，还有这种好事啊？那不行，咱们得尝试一下。有生没累了，马上下架。宝子们，人像捏捏乐给你们搞来了，听说他们能爆眼球，让我来试一下。耶，眼球真的爆热了。不过这里真的有游戏机吗？赶紧来找找看不就知道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肯定想不到这个人像捏捏乐有多贵，一个竟然要199块9。要是抽不到游戏机，那我岂不是亏大了？废话不多说，先来亲你吧，咱们就从背后来开启吧。哇，这里面感觉空空的，没东西啊，打开来看看。真的没有，看来想抽到游戏机还挺难的呢。没事，咱们还有5次机会呢，那我们再来试两个。这次从头顶来，哇，感觉里面的气儿一下就被送空了。不是吧，都没有，这视频里说的该不会是假的吧？算了算了，我们再来一个。哇，开四，又是空的，怎么回事啊？小伙伴们，我运气怎么这么差呀？气死我了，这个我没抽到。我感觉这两个里面有硬硬的东西。默默，喂，真的有哎！说不定里面是游戏机呢，赶紧来给它挖开看看。这是游戏机吗？给它掏出啊！还真是游戏机啊！这个游戏机真的能随机抽图案，看我抽到了两串葡萄一个西瓜，看见没？这才是好手机，真的能抽到。那这只里面应该也有吧？我要赶紧来看一下。开，让我悄咪咪来瞅一眼。这是黄金的吗？我去，真的被我抽到了！掏出来，比小雨的那个还要酷炫，只要压动它的压杆，就能随机抽图案了。没有到你竟然抽到了一个金的！如果真的在午夜十二点抽到三个七的话，明天我就会发大财吗？那你的手气肯定不如。是说的，我们今天晚上十二点再试一试。宝子们，现在已经到晚上十二点了，终于等到了，我都快困死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尝试抽幸运三个七了。我现在抽，我要开始摇了，摇。继续摇，怎么都抽不到三个七啊！再来，差一点点就抽到了。继续，还是没有。你不行，看我来抽吧。没有，再来。你不也抽不到吗？我就不信了。我的天哪，你见过这种水晶泡泡浴球吗？有人竟然用它泡出了一双迷你水晶高跟鞋，听说在午夜十二点它还会变成灰姑娘的水晶鞋哦，太神奇了。水晶泡泡浴球里竟然能泡出迷你水晶鞋，听说这种水晶鞋在晚上十二点还会变成灰姑娘的水晶鞋，那
戳中它，我肯定会成为王子啦！这么好的东西，毕竟也要停止一下。马上再干！宝子们，视频同款水晶玉球给你们搞来啦！这个玉球可贵得要死了，一颗就得98块钱，一共九颗，你们算算，不过我花了多少钱？不过说真的，它们的颜值可真的超高，而且每颗玉球的颜色都不一样，香味也不一样。废话不能说，咱们赶紧来寻找高跟鞋吧！这颗玉球的颜值简直太高了，每一颗都是闪闪发光的。咱们就先从最旁边的这颗金色的开始吧，手喷，把小球球放下去。哇、哦，小朋友快看，它已经开始蠕动了，不停地往外吐泡泡呢，不知道最上面金黄色的部分能不能溶解呢？晃了一晃，现在小球已经完全溶解了。我们来找找有没有高跟鞋。嗯，看来这颗黄色的球里没有高跟鞋。没关系，咱们再来试一下这颗亮晶晶的紫色球。我丢。哇，这个紫色球融化了以后好好看啊。嗯，还是薰衣草香味的呢，紫色的也差不多溶解了。再捞一下，嗯，这里面有啥都没，连续融化了两个，太心疼了。算了，还是继续吧。这次咱们来一颗健康绿色，丢进盆中浇上热水。哇、哦、一下子就被冲出来了一半，直接融解了一半。嗯，绿色的也融解完了，可是这里面也没有高跟鞋。不会吧，咱们再来个橙色和蓝色一起试一试。这两颜色放在一起竟然还挺有随机感的。上热水，哇，直接就沸腾了，一半香绿色一半柠檬色，看起来太美了。小伙伴们帮姑姑我点点赞赞，集集有请。这次不管怎么样总得能泡出来个行动吧，看我搅拌大法。这两个味道合在一起哪这么难闻呢，总算是溶解完了。赶紧让我来看看里面有没有高跟鞋。这回我得仔细点捞了。嗯，又是没有。我的运气啊一言难尽啊，一共九颗，我都已经收了五颗了，高跟鞋的影子都没见着。那个视频该不会是骗人的吧？不行，我还没拿到泡泡澡呢。选一颗我最喜欢的粉色，先去泡个澡，等一下我再继续回来抽。刚刚我已经听见贵贵说要找什么水晶高跟鞋，感觉应该是一个很值钱的东西。哎，这不是泡泡浴球吗？难道高跟鞋是在这里面？那就让我来给它泡一泡吧。这泡泡浴球也太好看了吧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。那就把它们俩一起丢进水中。哇，它们瞬间开始溶解啊。对了对了，这还有一颗蓝色的呢，一起放进去泡澡吧，用热水再给它们浇一遍，让它们快速溶解。好了宝子们，现在已经全部溶解了，让我来捞一捞传说中的水晶高跟鞋。在哪里在哪里？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就是水晶高跟鞋吗？这个水晶高跟鞋也太好看了吧，我一个男生看都很心动了。不过就是它太小了，不能穿只能看。那就评论区随机抽一个小可爱送给你吧。泡了个澡，浑身都香喷喷的。对了，小可爱们，忘记告诉你们了，刚才我在泡澡的时候，从粉色的浴球里面抽出来了一个水晶高跟鞋。不过啊，只有一只，接下来就让我来找一下另